行车记录器拍下前方小货车平稳开在高架桥上，突然对向一辆车摇摇晃晃，跨越双黄线撞上小货车，被撞的小货车整个车身翻覆，接着翻越护栏，还冒出巨大火光。桥下监视器看到车辆从15公尺高的桥上摔落，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秒钟之间。추락과정에서고압선에걸려불꽃이크게튀었고바닥에떨어지자마자화재가발생합니다这起恐怖车祸发生在南韩江原道的江陵大桥。三号早上六点多，一辆小货车遭到冲撞，坠落桥下。即便救护车和消防队短短五分钟就赶到现场，但驾驶和乘客当场没了呼吸、心跳，紧急送医不治。另外还有三人受伤。운전수역문이열려있고유리는하나없는것같고차는뭐저적재함쪽이저쪽강쪽으로있으니까이안쪽운전수쪽그쪽에는잘못봤어요一大清早怎么会飞来横祸？警方调查发现，原来是对向车道有辆车追撞前车，才会导致前车突然跨越双黄线冲撞小货车。警方已经逮捕肇事的20多岁驾驶，厘清是否涉嫌酒驾和超速。차를처치한거에대해서감정결과가나와야될것이고그다음에블랙박스라든가주변 CCTV 그런걸해서사고의원인을갖다가파악규명한还没报道，两名死者都是临时工，当天一早正要去工作，却无辜遭遇死劫。肇事驾驶没事，却害死两条性命，这结果任谁都难以接受。三立新闻双报道。